back Chinese Weekly Best Song。全球各地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在有你音乐榜样节目中获得中国粉丝点赞最多的组合 Boys on Ray。快来听一下我们的新歌 For You 吧。那么本周 U 榜榜单前三名都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吧。恭喜三组歌手和他们的作品，现在让我们把视线重新交给 I'm Countdown 的舞台 K-POP 的艺人们 Fighting！